新北市义昌民间救难团体教育暨竞技大赛，十道受教义昌民间救难团体共38队2100人，借着我们今天的竞技，透过我们的精神跟毅力，让我们救灾、救护、救力、特搜以及防先，把我们的热情来守护我们新北市，希望借此强化救灾的能力，并凝聚大家的向心力，也希望大家能超越自我，赢得最佳的成绩。竞技大赛，我们在六都里面来一点爱拼第一名，阿亮。